各位未来粉们，记得追踪 IG 以及粉丝专页，搜寻未来男友力。各位可以看一下，城隍庙这边其实也有给一些信众，然后可以来这个地方求一些护身符。像有些人体质比较敏感的话，其实就可以求一些城隍爷的护身符，放在身上、放在车上，其实都可以。那像我们待会要求签师的话，就是要在这边把杯。其他这边历史很悠久，所以说它整个上面的一些装饰啊，全部都已经被香熏到，整个都已经颜色很沉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好，各位，我们刚才拜完城隍爷之后，我们接下来来到后殿的地方。后殿的地方，这边是属于东域大地，那就是所谓的我们那个人往生之后，那我们会下去阴间嘛。那阴间的话，就是会有阎罗王。那也会有东域大帝，就是他会一一的去审查你所有的一些在世的时候的一些罪行。那其实来到这边之后，心情是很平静的，但是你还是会觉得说，哎，会审视自己说是不是有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这样子。来到这边之后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真的是蛮特别的。所以说奉劝大家真的不要做坏事，不然你来到城隍庙的时候，其实你会感觉好像有点心虚啊。然后这边的那个七爷八爷其实也算是蛮大一尊的，就是谢将军跟范将军。然后旁边这边他还有牛头马面，果果你有看到吗？前面那边有牛头马面，在这里。这是马面，算是马将军。然后另外一边的话是牛将军，我带大家过来看一下。在这边是牛将军，就是我们平常所称呼的牛头马面，那在这边的话都是叫牛将军、马将军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介绍完后殿这边之后，我们要带大家来看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其实在日据时期，当时日本军他们是非常不赞同我们台湾人民的一个宗教信仰，所以那时候其实每一个庙宇甚至是家中的神像都会被日本军他们那时候就是要强制性把你移除。那这是庙方庙公刚才跟我讲的，伊讲伊要去取缔这个事情之前吼，过了刚拢困到天光，拢困到面前卡去，你知哦？拢往个婆罗面前卡，就一个乌乌怎么样嘞呀？啊，伊拄啊来巡视准备要取缔的时吼，伊进前几工，哎，一看，哎，啊，这个就阿婆罗面前卡迄个啊，地方安尼一间。不爱拆，有诶拢来拆啊，密密麻麻，不爱互你摆着着。所以人知影讲这间无要拆，较紧甲因兜诶神尊拢摕来唱阮诶舞台卡。哦，所以遐神尊就是伊巡场。大部分啊，即下唱了就无拆嘛吼，啊有诶人有搁摕倒转去，啊有诶都因为拢拆了咧也无爱摆啊。嗯，阮就头里拆，啊有一部分是。大家都在旅行的时候，穿白穿不到就不爱，等等我们的香炉旁边，还有就给收拾吧，不然啦，说起来是落难神明。哦，谢谢谢谢。他们要拆建这个城隍庙里面的一些神像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就是我们的范将军八爷半夜跑去找这个日本军方的人，那每天晚上都把他抱到床下，然后后来有一天他们要拆建城隍庙这边的时候，赫然就发现每天晚上好像就是这个范将军，就是脸黑黑的，就是一直把他抱到床下，然后这个故事就开始流传。这间庙他们就决定不拆，庙方这边的话呢，就把这些神明就安置在这边给人家供奉。那据说有的是签牌大家乐早期多播，然后求神可能没有达到他预期的，他就遗弃在庙方门口香炉旁。那庙方这边也是把他们安置在庙这边，那让民众去供奉。可怜的不只是他个人，
连神像也被他遗弃在这个城隍庙门口。对对，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看到，这边的数量其实真的还蛮多的。先杯。嗯。要拜拜一下。火果，你这只牵丝真的求很久。求了那么多只，然后终于有了。还有一只在前面。啊？是这个，好的，加一。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第十一只才中。我是国父，十一次。辛亥，第48首，走吧。我去帮你拿，放回去，然后我帮你拿签丝。现在来帮果果拿一下，第48，辛亥。48首，要放回去这边。嗯。好，40首。48首。先去拍一下那个本子上面的解说。签诗那一本你要看一下。好，各位，我们已经给人家保杯保到庙公已经把庙门都关起来，因为我们今天其实算比较晚来。然后刚才 King 也有求一支签诗，然后果果也有求一支。那果果这一支签诗，旁边在放烟火。好，那这边我稍微念一下，让大家看一下那个果果的签诗。它是第48号辛亥签，阳世作事未知同，云遮月色正朦胧，心中意欲前途去，只恐命内运未通。其实我们刚才有稍微看了一下解诗的那个签，然后看了一下本子之后发现，因为他算是还是学生，所以说毕竟还没有工作，那对于未来的走向其实还没有到很明确，所以说其实城隍爷给他这支签诗就是跟他说他的一些运途跟未来的一些事情，就是其实还是模糊未清的，就是还没有办法很明确的给他一个答案。所以说签诗里面就是最后有讲，就是要多充实自己。所以果果你就是要多充实自己，然后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就是想一下自己未来要怎么走，然后工作上啊，还是一些课业上，自己要有一些打算这样子。对，所以说其实这一支签诗也是算讲得蛮准的，因为毕竟他现在连工作都还没有，还是一个学生，他总不可能跟他说他的事业运途很好吧。对对对啊，因为未来的分岔路还太多了，完全还模糊不清啊。嗯，像 King 那一支签诗其实就蛮不错，他是讲的就是说叫 King 就是也是循序渐进。其实我们常常抽签诗神明都是只是说要循序渐进，就是说不要太过急，然后也不要太过于一下子就想要很急促的就成功。King 这支签诗，不然你稍微分享给大家一下好了。他的意思啊，讲一句就好了，因为一句就可以讲出他的意义精髓。嗯，对，第22签，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还年轻，不用急着往前冲。他说姜太公他活到80岁的时候，才建立他的事业跟他的声望，意思就是说叫我现在就是多充实自己，有朝一日就是会慢慢的步入我要的那一个目标。嗯，那前面会比较辛苦，后面就会慢慢的很顺利。
我之前去抽签或者是算塔罗啊，那个塔罗的那个人跟我讲一句话，我那时候一直很 care 这件事情。他跟我说，我做这一份工作，就是拍影片这个工作，就很像是走在那个薄薄的那个冰上面，然后就是感觉很容易就跌下去。他那时候也是讲说，我走这一条路其实会有点辛苦，因为变成说起起伏伏的。对，所以就是还是要靠自己努力啊。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带大家来到凤山城隍庙这边，就是拍摄一些凤山这边城隍庙的一些故事。那大家如果喜欢这类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分享，并且订阅我的频道，千万不要忘记订阅 King 的频道。那大家有空也可以来凤山城隍庙这边拜拜一下。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咯，拜拜。